Hello， 优酷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彦俊，这一次在《一见倾心》里面饰演徐光耀。有劳你们二位出来迎接。正直、理想、天真，魅力点不一样。谭玄龄他有他比较吸引那个女生的地方，然后徐光耀就是会比较吃亏，所以最后的结局就是徐光耀单身。现实生活中的话，我觉得徐光耀会比较圆圆。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在那个年代大家的一些生活的习惯跟举止吧。天气越来越热了。OK。父亲徐国军的打分的部分交给观众。最烦快问快答，不会流汗。当一个少帅，然后军人开枪，有趣的皮囊。演一个坏人。徐国军。同学好。